大家好，我是一球，现在里有25、45，还有昨天出了2种40，整点还出过限量促销。先来看画面中新出的92加的顶配传奇升级，不可以重复的，就是一个球员包，有效期是7天，成本在58万左右吧，一套86，两套87和一套88。祝大家好运！英冠的赛季最佳代替荷甲加入到卡包里啊，基本上看着我觉得都是材料。虽然有些球员数值上看着还不错呀，但是他们花式立足都没动过。这弗洛姆前锋还不错，双四星啊。这个左边锋三花四腻，这个右边锋三花四腻，这个前腰三花四腻，基本上都没法玩儿。然后替补席里还有4张卡，一共15张卡。配合活动呢，也出了英冠球员的 SBC 和任务。先来看这个基布斯怀特，一张90的卡，但是只需要限一套83，所以成本啊只要1万多一点。所以做出来当材料也是很值的，最便宜的90，现在还要3万呢，而且它是赛季蓝，估计这周就有献祭的机会。四花两腻，中低的心态，身体模型是平均，数据上看着就还好吧，大家可以做出来试试手感。任务呢，选了维尔诺克，是不是从阿森纳租借到 QPR 的呀？比赛环境不限，有效期是7天，一切顺利的话呢，需要15场比赛。12场比赛的那个任务啊，还给一个活动的代币，还有一个挑战 SBC 要75的总评，90的化学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好像不给活动的代币，奖励的卡包是一个可交易的闪卡球员包，里面有12个球员，金银各半。最后还有一个曼城第一次夺得联赛冠军的纪念队服，纪念阿奎罗93分钟绝杀那个进球。基本上就是一张曼城的球员，再加4张铜卡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就是以上了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